看到了吗？哇，水上的杉树，水上森林，另外一个方向。今天天气好，期盼我穿越花海山。傻逼。你要吃酥饼吗？还有剩下一点点巧克力。每一个角落都有不一样的风景，非常值得来。啊，太美了！上海，近郊，清溪野郊公园吗？对，清溪野郊公园，打卡成功。嗨，可以不？可以，挺好，挺好的，走到脚很酸。农家乐烧萝卜，听说麻辣豆腐，是烧鹅肉，它上面还有一些豆干。